吧，然后选上世锦赛的代表，然后很开心可以就是为警政署拿下这个奖牌，然后谢谢教练还有队友跟男团所的主管、所长、副座、二副还有各位同事，就是这两个月集训期间就是也辛苦的上班，然后也为我加油，就很谢谢大家。比赛过程主要很投入在集训上，然后为了不要浪费这两个月集训期间，就是队友们都很努力的在鞭策，互相鞭策，希望能就是在这次比赛大家都能顺利拿牌，然后也很幸运我们大家都有达成这个目标。